make some fucking noise, y'all. Yo, 谢谢，这是来自红花会的 Brown B 小白，What's up？今天来这个拉票会，其实也就是想给自己拉拉票，觉得自己的实力本不该如此，但是表现不太好。我这样说，下次回去的话，我不会再掉话筒。 OK， 还是依旧请两位先分别跟现场和线上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。哎哟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VEVE88 来自 Yes Music。哎哟，这里是来自红花会冠军小白的帅吗？美吗？好喜欢你们这种不经事的。好啦好啦 ，OK， 那还是分别的跟两位来聊一聊看，小白。 听说你常常正儿八经的发自己的一些帅图的时候，底下都是表情包的回复。你们都有在他的微博底下评论过表情包吗？做了一个相册啊你！好了 ，OK 啦。但是其实知道你最近和 PG1的这个全套的 招牌首饰特别特别的火哈。要不你们都会吗？想让他走一个是吗？ 那这样你来一个现场教学吧，最标准的版本。来来来来，我帮你拿麦。我自己来试一下。你自己来试，我给你拿麦来。比较滑稽哦，比较滑稽哦，我自己来自导自演一下啊。先一拍再一拍，挤一下。然后对，挤一下，然后三个响指。三个响指。哦。Yes。口诀是：先一拍，再一拍，挤一下。 三个响指，都学会了吗？最标准的教学好吗？这才是官方的 ，OK。 好，那问一下这个手势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这个手势代表了我们红花会前面有很开心的事情啊，我们就会用这个手势。这样的一个手势，刚刚都学了，要不我们现场一起来一遍，好不好？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一起来一遍，来 ，1 2 3，第一拍。